根据三亚海天盛宴事件翻拍的电影《海天盛宴围口》于10月17日在京举行发布会，庆祝影片上线5天点击率突破2000万大关。当天，制片人张思思、周小雨以及郭美美、张思思、王瑞儿等主创性感亮相。上身穿着一件超短披肩，不慎露出黑色胸衣，而下身则穿高开叉长裙，不慎露底。仔细看郭美美的容貌，似乎与上一次出席活动又有所不同，相比她微博中的照片，脸部和身材都较为臃肿。记者质疑其是否整容时，郭美美表示自己是婴儿肥。我真的不胖啊。对呀、啊、但是我一上镜就很胖。为什么呢？可能应该是。对啊，因为镜头它会把人扩大1到2倍，然后我刚好就婴儿肥的那种。婴儿肥这样的理由还真是不能让人信服。要说小胖脸如何变成瘦脸美女，这恐怕要跟郭美美好好学学这 PS 的技术了。还等什么？各位爱美的女生，赶快学起来吧！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